刘峰，哎呀，是刘峰，站住，快去！你给我逮住！快点，你给我逮住！站住，快点，快点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不要脸的！ 我是逃婚出来的，我从小就是包办婚姻，刚才追我那些就是我的婆家人。我怎么以为他们是疯子呢？早知道我是个停下来了，先啐他们一顿，让我陪你回老家，把婚约取消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别再打架了，而且。 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不用管。跟我没关系，跟谁有关系啊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山子，等你长大了，有了一个真正的女朋友，咱俩就是普通朋友，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等会儿，咱俩不是那种关系，你跟谁是那种关系啊？ 没什么好吃的，就家常便饭啊。随便吃，随便啊。挺好的，我最爱吃饺子了。啊，这边怎么了？不工作吧？你说怎么把这孩子给忘了？这个也忘了，还是饺子。山子，一点了，还睡呢，吃饭了。搞不了。干嘛呀？这是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干什么？我们找你们家儿子。找我？怎么了？不是你，找另一个人。 你是来找人吧？是找事儿？说清楚了，别不明不白啊！大叔，我姓吕，叫吕二福。其实我也不是找您儿子的，我是找我老婆的。以前是我嫂子，现在是我媳妇儿，将来是我……都，哎，有点乱。捋一捋啊，以前曾经是我嫂子，后来变成我老婆了。目前准确的身份是我的未婚妻。这人肯定是我媳妇儿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不明白吗？那再捋一捋啊，捋一捋你们就明白了。我嫂子叫柳凤。
嫁给我哥吕大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哎，你嫂子怎么叫刘凤啊？你们哪人啊？云南人，大哥呀。云南。咱俩老乡啊。谁跟你老乡啊？不是老乡，你别说话，没你事儿。大叔，大婶，你们给拼成理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嫂子柳凤嫁给我哥吕大福了，是吧？没过几年，我哥就去世了，我嫂子守寡了，也没人要。哎，他娘家他想了个办法，让他再嫁给我。老李家一考虑也行，是吧？就算是肥水没流外人田，我们老李家就大仁大义把这事同意了。他娘家还收了我们老吕家的彩礼，刚过了没几天，跑了，跑北京去了，勾搭野男人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伤风败俗啊！那你们家这事儿关我们家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咋没关系啊？我嫂子、我老婆、我未婚妻，勾搭那个野男人，就是你们家儿子。我跟了他好长时间了，我看那小子进了你们家门，我还到他的工厂打听，他叫黎山，没错。需要口喷人是吧？是，我儿子干不出你们这种缺德事儿来。我看他进来了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我就找着他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白文化大革命那一套，打砸抢是不是？你干嘛？你试试，你小试试。刚拍完啊！就是啊。闯到我家里来，又大又砸又抢啊！啊，把我东西都砸坏了，他得赔呀、啊！这简直就是流氓啊！不对不对不对，什么不对呀、啊？错了，老太太，错，是你儿子打我，这是我家。你们几个哪来的？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是本地人吗？不是，我是云南人。有暂住证吗？没暂没有。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。上哪去？派出所。上派出所干嘛？我人找到了，我就带走啊！你怎么着？让你到派出所讲理去，你还起急？走！我不起急，叔叔，我不起。走走走走走走！知你单位也知你家了，小心我来单位给我滚！你别走。